下哪一个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点呐！用哪个下？第一个就是开嘛，关嘛，开嘛，然后进去就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颜色。第二功能，色温这一块，色温的话可以根据你这里调的那个点，让这个光的颜色变得柔和或者是亮眼都可以。可以在这里把温度调软一点，就可能就傍晚的时候可能可以就调暗一点嘛，早上，越到晚上可能就越调亮一点嘛。对，渐变颜色的话就从这里开始开始选了，然后呢这里是一个速度调来的，它可以根据那个闪的速度，根据你改变这个，它可以根据你那个渐，它可以根据你设置的速度来设置那个渐变快还是慢。如果你要慢它可能就会很慢。这里就是其他不同的颜色，这个就是青色，这个就是紫色，然后这个就是闪来闪去的那个效果，它可以闪慢一点，闪慢一点，对吧？闪慢一点。Sensitive. You can minimize the app to play music from any source, such as. 这是什么鬼？这个变化好。没有，说完之后就 OK。这个，那些是，选一下这个取色的功能，这里就有一个，你拍一下那个，对，那个蓝色，取一下这个，对吧？然后它那个颜色反过来，拍不到那个色，画个明显一点，画个黄。变了，明显的吧，这个，就 OK 了。